太酷了！这是传说中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吗？哦，我是方锦龙，我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嗯，我也是一个乐器的收藏家。嗯，我收藏了近千件乐器。关键是他会300种乐器。方锦龙从艺40年来，出访欧美、亚澳、非洲与40多个国家，在芬兰赫尔辛基世界艺术节、日本丝绸之路音乐会、奥地利传统音乐节、法兰西中国年、俄罗斯中国年、挪威中国节、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式等国际艺术交流中展示中国音乐。为深入研究民族音乐，他收藏了几百种、逾千件乐器，亲手将失传的唐代五弦琵琶带回祖国，被誉为以五法为有法，为独秀于诸家的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五弦琵琶在日本变成日本的10大国宝之首，就是这个造型的。当然，他们贴了很多螺钿，非常漂亮。对，你们可以在很多的微信看到，现在日本人把这个作为他们的10大国宝之首。85年我去出访日本，当时就发现了这个琴以后，我说咱一定把它带回来，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你们看到这个形状的是唐代的，对，已经失传了1000，从北宋开始失传。我已经花了30多年时间，这个就是我复原的，我自己的品牌叫东方锦龙。因为我是个演奏家，需要还有制作家。那我们中国有位非常有名的琵琶制作大师曹卫东先生，所以取得他的东，取得我的方锦龙，所以就成立一个叫东方锦龙，就把失传的给他找回来，这就是他的意义。刚方老师不是说会300种乐器吗？今天简单的带来了几样。对，最新奇的。我们先这样吧，因为五弦琵琶光听到的是10面埋伏啊。大家知道网络上最近有很多把我的东西搞得很好玩的，据说这个视频不完全统计已经过亿的点击量，叫一把琵琶游世界，想不想听？想。好，我今天就展示一下琵琶可以表现不同国家的风格以及不同国家的乐器。先从首都北京出发，北京最有代表性的金银大鼓里面的单弦儿，你看我们变成三弦儿了。变成三弦儿了。那么大家知道，所有的梨形的这个形状都是从两河流域走的世界上去，照中国叫琵琶。到欧洲叫 lute， 你们看到中世纪的油画，到西班牙叫 gaita， 实际上它都是有血缘的关系。好，我们到两河流域阿拉伯去看一下，你看马上变成阿拉伯的风格。接下来再到我们印度，印度有2种乐器，一个叫西塔尔琴，一个叫塔布拉鼓，印度鼓。你看我用一个琵琶表现2个乐器，西塔尔的声音是这样的，压压的。再到邻国日本去看一下，你看日本有一种乐器三味线。和风阵阵。
到了日本了。亚洲走完了，我们到欧洲去看看。西班牙有一种舞蹈响板，那个弗兰门戈响板。到了欧美变成古典吉他。还可以变成民谣吉他，还可以变成电吉他。